怎么样子在三年的时间可以蜕变到现在一个商业的低端，一个大型的月子中心当中，我们确实碰到了很多问题。但我记得一句话，我跟自己说的，我的使命是帮助妈妈打造一个优质的月子体验。第二，我希望可以帮助到更多的女性健康成长。所以我只能说，我能够做的尽量都会去做。那我能做到今天的这个成绩，我相信是因为我背后有一群需要我帮助的人来去做。今天你们投资南京，其实不只是投资在月子行业，而是投资在整个妇女的市场。我们希望可以帮到更多的人，所以我希望投资者可以做出一个明智的决定，投资南京。谢谢，时间到，谢谢大家。各位投资人，关键的时刻，终于你们来了，我们即将做出一个最终的决定。请工作人员给所有的投资人派发通知。现在我宣布，终极投资环节正式开始，请听各位投资人现在写下你心目中的最终的优秀选择。记得，如果你选择不加你心目中最优秀的选择，当然。如果现场的投资者认为没有任何一家企业是值得他投资的，你可以不同选择公司的名字。今天你们选择投资 Medibank， 你们投资的不单单只是一个有回酬的公司，你们也是投资一个你们有可能帮助更多的人的媒体企业。刚刚我们的数据已经发表，我们只是启动了我们一个小小的、小规模的啊盈利模式，其实我们能够赚到钱。